喂，大家好，我是龙方伟。现在呢7点钟，我们开始讲今天晚上的课程。今天我们讲双龙战法的结构形态，那么其中呢有两个重要的，第一个呢是回光返照，第二个就是沉睡神龙。那么这两个呢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重点。而且接下来呢，随后的两个周四也会讲双龙战法的结构形态。好，现在大家去文档下方呢找一下课件，如果课件找到，而且音质也没有问题，那么回复一个一，我们准备开始讲课。好，我再重复一遍，大家现在呢去文档下方呢，来找一下课件。如果课件找到，而且音质也没有问题，那么大家打一个一，我们开始讲今天晚上的课程。好，有位同学说开始了吗？没有声音。可能是你自己的原因，因为我看到很多同学在打一，啊，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现在呢在测音，啊，一边找课件一边试音，课件地址在文档下方，如果找到而且音质也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开始打一个一，我们开始讲课。好，我看到很多同学打一，应该是没有问题。我们来看课件，今天我们讲双龙战法的结构形态。那么其中呢，一个是回光返照，一个是沉睡神龙。那么这两个呢，在结构形态里边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和这次大盘的这个市场呢也很贴近。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在讲之前呢，我们借助于今天大盘的分时，我们先来讲一个策略。那么这个策略呢，也是我们此前讲过的。那么有同学又问到，我们做一个总结，而且这个策略呢，对我们的结构形态的交易也有很大帮助。那么这个策略呢，我把它总结成两个公式。第一个叫提前预测加精确的判断。那么这个公式呢，其实是把原来的一句话呢做了一个总结。我们此前讲过这样一句话：把握大周期，操作小结构，对吧？那么这句话呢，不光是谈到了方向，而且谈到了这种小结构的交易。把握大周期，在这个公式里边呢，就是提前预测。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一波行情，我们首先要对未来呢，先做一个判断，啊，先对未来做一个判断。对于未来呢，你是认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涨，什么样的路线来涨，认为反弹的空间、反弹的时间。那么你应该有所判定，那么或者是呢调整，那么调整的时间、调整的空间、调整的速度，那么应该有一个这个判断。那么又因为我们在股票市场呢，这个市场里边其实只有两个波段，第一就是上涨，第二就是下跌，哪怕是横盘结构。它也是围绕涨和跌这两个波段所展开的，所以说这个市场呢，基本上就是涨和跌周期循环的一个过程，无非就是上涨的波段长和短，都是围绕涨和跌这个波段所展开的。那么既然如此，啊，既然如此，那么上涨的波段、下跌的波段，那么它会由谁来组成呢？会有拐点所组成，
也就是高点和低点叫拐点，由拐点所组成这个波段的涨和跌。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交易就很简单了，在拐点的位置啊，在拐点的位置我们去做上涨或者是下跌的一个策略的一个判定。怎么来判定呢？在拐点的位置你首先要对未来呢先做一个预期，那么这个预期呢就是方向性质的，作用呢是用来定向的。比如说底部向上涨的时候，你预测一个高度2135点，那么2135点调整了，你预测一个底点，然后在什么什么位置，对吧？这是一个这种在拐点的时候呢提前对未来所做出来一个判定，一个预测。那么这个预测呢是用来把握方向的，作用也是用来把握方向的。但是呢对于未来我们任何一个人呢都很难把它说清楚，对于未来我们很难呢把它精确的判断出来，所以说不排除呢就会出现错误啊。所以说说未来，对于未来的一个预判呢总是会有错误产生，因为对于未来的预测呢任何一个人都是说不清楚的，只能是走一个大概率的时间。所以我们在定了大方向之后呢，在操作的过程中必然要回归盘中的精确的这种买卖，也就是操作小结构。如果你的大方向制定错误了啊，制定错误了，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就需要用小结构的高低点进行这个纠错，进行方向性错误的一个纠正，那么只能以小周期的结构来弥补。那么如果你的方向正确了如果你的方向正确了，那么在小周期的操作里边呢我们依然需要修复成本，也就是说虽然方向正确的，但你的成本可能并不低，对吧？你的成本可能很高，所以你需要用小周期的操作呢对自己的成本进行修复。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博客里边谈到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仓位的灵活增减。那么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很模糊啊，很多人听了之后好像觉得冯老师在打这个太极拳。什么叫这个仓位灵活增减呢？这个仓位灵活增减你可以把它画一个等号，等于谁呢？就等于成本的修复啊，就等于成本的修复。也就是说在一个大的方向你已经确定的前提下，那么在小周期里边你就需要进行成本的修复，对吧？你不可能说你说这个未来三年我认为大盘肯定涨，那么你现在买了股票拿三年，那么肯定很多人不会这样来做的。我此前做过一个调查啊，现场包括我们网络都做过这个调查。我说你认为未来三年，比如说我们今天大盘点位是2100点，那么未来三年以后的今天，你认为大盘是比2100点高还是比2100点低？那么测试的结果呢，大多数的交易者，大概率的交易者都认为三年后的今天比今天2100点会高。这是一个这个测试的结果。那么也就是说未来的方向，三年定向的方向，大结构大方向是向上的，这是我们统计的数据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出来之后，你会买了一只股票拿三年吗？答案是否定的，很少有人会这样来操作，认为三年后比2100点高，然后现在买了股票拿三年，这个感觉很不切合实际。所以说呢它就需要进行成本的修复，也就是说在这三年之中啊，有可能将来三年后的今天确实比2100点高，但是这三年呢肯定会有很明显的涨跌的波段。那么哪怕你现在买了这个股票
啊，在底部呢埋单，等待这个三年后的这个获利。那么这三年之中，你是不是要进行这种波段的一个交易，进行成本的一个修复，对吧？你没有必要去参与这三年之内的调整波段，这三年之内的调整波段你应该把它规避掉。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大方向正确或者大方向错误这个前提之下呢，你的利润才会有保障。所以说我们在操作股票的时候，大家记住这一个大的策略，把握大周期，操作小结构。对于未来的预测，所有的预测大家不要这个特别的迷恋。什么意思呢？这个市场中呢，有很多人对未来呢都会有很多预测啊，有人预测这个大盘会到多少多少点啊，涨了多少多少点，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有的呢的确是这个到位了，有的呢没有到位，然后呢到位了就会有人把它当成神。其实这种观点呢是非常偏差的，也就是说对于未来呢，对了只不过是走了一个大概率，错了而且是很正常。所以说对于未来的一个判定呢，对和错这个根本不是重要的啊，这个根本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就是你的小周期的交易，也就是我们的临盘的交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决定我们的利润的，而且也是决定我们成本修复的，而且也是决定大方向错误的时候我们如何进行修复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坚持一个策略，把握大周期，操作小结构，这是第一句话，也就是我们总结的提前预测加上精确判断。那么第二句话，左侧交易加右侧交易，那么这个呢就涉及到了这个精确判断之后我们如何进行小周期的这个操作，小周期的交易，把握大周期，操作小结构，操作小结构怎么操作，用其中一个策略，就是左侧交易加右侧交易。那么我以今天大盘分时为案例，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左侧交易和右侧交易如何进行结合。那么今天大盘分时呢，我们来看位置四啊，位置四是今天上午的10:31。那么我在博客呢直播的时候，位置四提示了背离高点。那么这个背离高点呢，盘口的大级别高点和低点，背离高点、背离低点，这个点呢，它属于极值点。什么叫极值点？就是极就是最大的意思，极值就是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意思。所以极值点交易就是最高点和最低点的交易，这就是极值。那么位置四之前，在位置二的上一个高点啊，位置二这一波的高点，当时我也提了一个背离高点啊，当时也提示了一个背离高点，但当时呢它的确是，但是不是今天最高点。那么也就是说在位置四极值高点前所形成的交易点就是左侧交易。所以说有的时候说什么是左侧交易，什么是右侧交易呢？以极值点四啊，以极值点四为中心，极值点四左边的高点就是左侧交易的卖点，极值点四右边的卖点就是右侧交易的卖点。所以呢我们进行这个高点风险控制的时候呢，也就是拐点风险控制的时候呢，就需要进行左侧交易加右侧交易。那么位置四极值交易它属于左侧交易的一个序列，也就是说左侧交易呢它分为两个位置，第一个位置就是极值点，极值点可以称其为左侧交易的一种
特例特殊的一个情况，也就是位置4呢，它就可以把它当做左侧交易，只不过呢它是左侧交易里边一个特殊的情况，它是最高点。那么位置4前边的高点就是左侧交易的高点，也就是风险控制的点。那么从仓位的控制上啊，从仓位的控制上，高点的仓位控制分为两步。第一步就是左侧交易或者极值交易，以直接拦腰砍半为你的仓位控制。也就是说位置4这个地方如果你是满仓，那么位置4出现之后呢，直接拦腰砍半变成五成仓。如果你是八成仓，那么位置4这个地方应该是直接打入四成仓。如果你是五成仓，那么位置4的极值交易或者左侧交易打入这个三成仓以内。这就是左侧交易所做的这个风险控制，以直接拦腰砍半这句话呢为核心。那么位置4如果说你卖了之后它没跌，涨了，涨了先不要管它，拿着你剩下的半仓啊，拿着你剩下的半仓，在位置4你卖了之后还剩半仓，剩下的半仓如果继续涨了，那么用半仓去博取剩下的利润。如果说剩下的，如果随后的反弹能够把你位置4的高点的这个背离或者是原因能够进一步的修复，那么我们重新做多，也就是所谓的纠正我们的错误。那么如果它位置4如你所愿注定回落了，那么寻找右侧交易进行离场，进行把剩下的仓位呢继续的减仓或者是离场。那么在这张图里边呢，低点1连接低点2构成了分时线的一条上行结构线，这条上行结构线呢就是今天上午的分时的重要的支撑线。那么这个重要支撑线呢也就是右侧交易的这个关键点，可以把它理解为持股的条件啊，可以把它理解为持股的条件。它和五日成本均线呢都属于这个同样性质的技术，右侧交易技术。所以连接低点1和低点2之后呢构成了一条上行结构线，这个上行结构线如果被击穿啊，如果被击穿，那么必然是右侧交易的卖点。那么位置4是左侧交易的卖点，位置3是右侧交易的卖点。那么位置4是直接拦腰砍半，位置3是继续的减仓或者是清仓离场。这就是左侧交易加右侧交易的这样一个思路。那么如果是抄底的时候呢，那么抄底的时候呢它也是一个拐点，那么所用的策略呢也是左侧交易加右侧交易，只不过呢在仓位的控制上和高点是不一样的。高点的仓位控制分为两步，而这个抄底的时候呢仓位控制分为三步。那么这个就是532和322的这个仓位控制，这个我们今天就不重复了，好吧。这是抄底还有逃底，分为左侧交易和右侧交易。那么波段运行的重要拐点，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呢不管任何一个周期都是围绕涨和跌这两个波段所展开的，那么波段呢又是以顶和底拐点所形成的，所以归根结底就是利用左侧交易加右侧交易把市场中的拐点把它找到。只要我们能够把市场中的拐点找出来，那么这个市场交易呢就变得很简单了，对吧？
所以我们最终呢还是要回归到这个盘口的精确的买卖点，或者说买卖点的精确的量化。我们今天所讲的回光返照技术呢，它虽然是以 K 线，也就是多周期的 K 线为这个载体，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把这个买点和卖点呢精确到具体的价格。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技术，回光返照。首先呢，大家可能会说，老师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呢？回光返照啊，听起来挺吓人的，对吧？回光返照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正常理解的话，就是人死了之后啊，人死了之后，这个在医院呢已经鉴定这个人已经死了，结果呢又活了，但是活的时间呢很短啊，活的时间很短，然后呢可能说了两句话啊，可能起来之后说了两句话，或者是这个做了两个事儿，完了呢就又不行了啊，又死了啊，听起来挺瘆得慌啊。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回光返照的意思呢就是已经确诊啊，已经确诊死了，但是呢又活过来了几分钟啊，又说了两句话然后又死了，听起来挺瘆。那么把这个名字呢含义用到股票市场，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波高点已经确定是高点了，也就是说这个上涨啊，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筑顶了啊，这个顶部呢也已经确定了，就是顶部结构啊，形成了也调整了啊，也不是说调一天调两天三天，确实调了调整了，高点已经形成了。在这种高点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结果呢并没有立刻的下跌，而是这个稍微调整之后呢又展开了一波反弹啊，又展开了一波反弹，但是又展开的这一波反弹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回光返照啊，回光返照。那么这个回光返照按照正常理解的话，那就是啊说不了几句话，对吧，说两句话就又不行了。所以说这个回光返照的反弹呢非常小非常弱，而且不能够突破原来的反弹的高点，所以这个回光返照的高点形成之后，就是确认一个人的的确确最终不可能再活过来了，对吧？这个我们用到这个人的话呢，回光返照那么应该是这个人最后一次在这个世界停留的这个时间了，不可能再有了。所以回光返照基本上就是彻底肯定确认了高点。那么在股票市场里边呢，就是回光返照的结构一旦出现，那么这个顶部结构呢就非常的明显。好，刚才我们是通过回光返照这四个字儿，它所反馈的这个含义我们进行了解读啊，当然听起来有点瘆啊，当然这个也不是主要原因啊，这个也不是主要原因，大家听一听就行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这张图里边呢，从位置一开始，位置一就是一个底部结构了啊，位置一就是底部。那么从位置一开始展开了第一波反弹到位置二，位置二调整到位置三，那么位置三反弹到位置四，好了，那么到了位置四啊，不是光到位置四，突破高点二之后，基本上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做这样一个动作了。什么动作呢？连接低点一和低点三，构成一条上行结构线。这个线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上一张图今天大盘分时的这个连线，对吧？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一波反弹结构的上行结构线，随着低点一和低点三形成之后，那么这条线呢也就形成了。好了，
那么在这个上涨结构里边，高点4比高点2要高，高点6比高点4要高。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句话，也就是我们最近谈到的一个持股条件，叫日日新高，日日持股。所以这个高点2、高点4、高点6整个的这个高点的刷新，确定了上涨结构并没有结束，所以这是一个持股周期啊，这是一个持股周期。那么一直到位置7出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位置7没有再创新高，出现了重心回落啊，出现了重心回落。那么也就是说做多动能呢出现了不足，对吧？如果做多动能足的话，位置7的高点应该比位置6还要高，对吧？延续2、4、6，延续这样一个结构继续创新高才对，但位置7的高点呢没有再创新高。那么没有再创新高意味着做多动能已经不足了，所以位置7这个高点叫做重心回落的高点。而重心回落的高点在我们此前谈到的是它有可能不是最高点，但是如果是高点的话一定会从位置7展开。所以说任何一个顶部结构都是围绕6、7这样一个结构呢所展开的。好，那么这张图里边什么地方是回光返照呢？8和7这波反弹就是回光返照的反弹。那么有同学说，老师为什么呢？好，这个地方我简单谈一下市场的这个资金运作所造成的一种图形。这个图形呢就是回光返照，而且这个图形呢是主力资金不得已而为之必须要留下的一个图形。那么前一段时间也有同学问我说，老师这个主力资金不得已必须要留下的图形有哪些。今天讲的这个回光返照就是其中一个。量能里边有一个量能缺口也是我们来看，首先呢从高点6开始啊，高点6呢形成这个高点之后，那么向下跌的时候，也就是说位置6到位置8这波调整啊，这个调整，那么在原则上呢并不是只有我们散户会在位置6这个地方追高入场然后呢被套，不仅仅是我们散户。那么这个地方我可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股票市场呢是一个博弈的市场，这个博弈的市场有我们散户，也有主力资金，也有游资，也有私募，也有大户。那么我的问题是，这个市场的主力资金会不会出现被套的情况？大家来回答这个问题。市场中的资金呢有很多种，有我们散户啊，也有大户，也有游资，也有私募啊，也有这个国家队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资金。那么我的问题是，主力资金会不会在这个市场被套？大家来回答这个问题。好，我看到我们同学答案呢，这个基本上说的都是会啊，都基本上说的都是会，很少有说不会的。那么基本上我们同学呢很客观啊，很客观。那么其实呢的的确确主力资金也是人啊，主力资金也是人，他不可能不会被套，他也会出现被套的情况。我们此前谈到过市场这个资金在运作的时候呢，一只股票也好，一波行情也好，往往呢会有很多个主力资金在参与。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只股票啊，比如说一只股票，那么假如说我们
今天我们都是主力啊，假如说我们都是主力，我认为这只股票从1块钱应该涨到3块钱，这是合理的啊，我认为这样是合理的。所以呢，我就会参与这只股票，然后呢，把这只股票从1块钱涨到3块钱，然后我在3块钱的时候呢，我就要开始离场了，对吧？在3块钱离场。那么在我离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过来了，你非常看好这只股票，你认为呢，这只股票从3块钱做到这个7块钱没问题。那么呢，你就会进行筹码的收集。所以说出现一定的这个筹码的派发出货，然后呢又有接货的，完成了一个很完美的这种换装，完成了一个很完美的这个机构拉抬。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两个一块拉，有的时候可能是我要离场了你自己拉，都有可能。但是有这种情况，我们来看，还来看这个课件位置六。位置六这个地方呢，是经过了我你他很多个这个主力资金呢，完成了这只股票的漫长的上涨之路，完成之后到了位置六，形成了一个高点。那么这个高点呢，有可能是这只股票的很大级别的一个高点，比如说周线的高点，对吧？那么位置六这个高点呢，它就必然要进行筹码的套牢。什么意思呢？就是必须要有后来者买单的人，如果没有后来者买单的人，位置六这个地方的资金是出不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有同学一直问这样的问题，说老师，这股票都在涨，到底谁亏钱呢？有同学问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答案其实呢很简单，这个市场是一个零和交易，也就是说，假如这个市场只有你和我们两个人，你赚的钱一定是我亏的钱，我赚的钱一定是你亏的钱，这就是这个市场。这个市场不是一个创造财富的地方，而是财富转移的地方。那么假如说我们两个还没有算这个手续费，算上手续费的话，我们俩总资产是缩水的，这就是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那么在这个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呢，那么就会产生在位置六这个地方，你如果想出货，必须要有人去买单，对吧？没有人来买单，你这个货是出不来的。所以说呢，谁会亏钱呢？在位置一买的不会亏钱，位置三买的不会亏钱，位置五买的也不会亏钱。谁会亏钱呢？在位置六的附近买的人会亏钱。也就是说别人都吃完了喝完了，然后呢给你打了电话过来帮他买单。所以说后来者买单的人就是最终亏钱的人。所以在位置六这个附近呢，同样道理，依然会有人认为从位置六还会拉得更高。所以不光有散户会在位置六买单，也会有主力资金在位置六买单。所以位置六这个地方必然会形成一定的套牢盘，那么就不排除会有可能产生主力资金的套牢盘，这是不排除的。所以我刚才问大家这个问题呢，我们同学的答案异口同声，全部都是会啊，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所以位置六这个地方呢，这个套牢盘调整到位置八之后就会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资金会发生变化。第一，散户资金。散户资金从位置六到位置八被套之后，通常时间表现的是这个被动的等待。被动的。也就是说位置六我买了套了怎么办呢？没办法。没办法。我只能等，对吧？很被动。所以说我今天早课时候还谈到过，
我们散户唯一获利的筹码就是变被动为主动。那么变被动为主动唯一的这个策略就是仓位的控制。所以呢，在这个调整下来之后啊，位置6到位置8被套了之后，我们散户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很被动。但是被套的主力资金他不会说是一点办法没有的，他也不会说在这个地方就认命了，哎呀被套了太惨了我没办法了认命了，不可能的。主力资金是不会轻易的让自己的亏损放大的，任何一笔交易他会很清楚如果失败了对自己来说的意义有多大。而且机构交易者呢，他在操作运作资金的时候，这个资金并非是这个全部，或者说不像我们散户啊直接进场呢全部打进去，不分仓，不是这样的。主力资金通常是分仓的，所以资金的灵活度呢非常高。所以说在位置8这个地方呢，我们散户没办法，但主力资金是有办法的。什么办法？自救。所以说通常情况下高点6形成之后呢，往往都会形成一波主力资金的自救反弹。这个自救反弹就是这张图里边的8到7啊，8到7。那么有这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自救它同样需要有人去追它才能救出来，对吧？通常情况下呢，散户的这个资金呢会很容易上当的。怎么上当呢？6到8被套了啊，不舍得卖，对吧？刚刚买进去嘛，结果8到7涨上来了。很多的这个交易者呢，尤其是散户交易者呢，会庆幸。庆幸什么呢？庆幸自己的股票应该还会再突破高点6。一个是庆幸8到7已经反弹了，一个是侥幸应该还会突破高点6。这是大多数的追高资金通常一个心理，所以他不愿意卖，不愿意在7这个地方卖。甚至呢还认为应该还会继续的反弹，甚至突破高点6，甚至会加仓，甚至会补仓。这个时候呢，正好自救的资金完成了自救的动作，然后这只股票就彻彻底底没有主力资金了。那么这只股票呢，就彻彻底底的6到7会组成一个致命的高点。那么这个高点呢，在短时间之内是很难修复的，而且未来反弹的时候到位置7一定会形成强压啊，一定会形成强压。所以位置7这个点既是回光返照的卖点，也是未来反弹的压力点。好，我们带着最后两句话的总结，我们来开始看案例啊，这个还不是案例啊，这个是模型图。我们来看回光返照的模型图。这张图里边呢，我们先把这个回光返照的结构形态呢，把它做到细分啊，把它做到细分。细分到什么程度呢？细分到三根 K 线啊，细分到三根 K 线。这个结构形态呢一定要把它细分，不能很模糊啊，很模糊的话这个形态是很难去做的。尤其是交易的这种结构形态必须要非常的细分。 A 就是 A,B 就是 B,C 就是 C。 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结构的把握呢才会精确。我们来看这张图。第一，首先是要有一波反弹的，回光返照是用来逃顶的，对吧？你没有反弹何来逃顶？所以说呢，你在判断这个高点的时候，判断回光返照高点的时候，你首先要看这只股票
它具不具备套牢的这种空间，对吧？是不是有反弹的这个波段，给这只股票筑顶形成条件？如果根本就没有反弹，它怎么会形成高点？所以说你在这个阶段性底部根本没有反弹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呢，不要把它当作回光返照看待。所以说第一就是必须要有一波反弹在相对的高位形成，然后是位置 A， 位置 A 这个地方呢，它的要求是阳线啊，阳线。如果是阴线的话呢，这个阴线当天必须是创新高的，最好是带长上影线的阴线，也就是说位置 A 呢最好是阳线啊，最好是阳线。其次如果是阴线的话，最好是带长上影线的阴线，上影线必须很长，收着阴线，这也可以。第三，高开低走形成的这个阴线也可以。所以一共这个地方呢有三种情况啊，三种情况。阳线最好的，长上影的阴线，或者是高开低走的阴线，这是 A。 位置 C， 位置 C 也是阳线啊，位置 C 也是阳线。那么如果位置 C 是阴线的话，那么阴线的分时必须要有一波急速的拉升，也就是说在位置 C 这一天呢，第一最好形态就是阳线。如果它不是阳线，是一根阴线怎么办呢？也可以，但你必须看这根阴线的分时线里边盘中四个小时是不是有这个分时线的急速拉升啊，很急速很快的拉升，小的拉升都不算，必须要有很明显的做多动能主导反弹行情的这种诱多的这种加速拉升啊。说的简单一些，就是位置 C 的分时线必须要有诱多的嫌疑，如果没有诱多的嫌疑，那么位置 C 如何进行这个刚才说自救之后的一个离场，所以吧没有办法。所以位置 C 这个地方盘中必须要有做多动能主导反弹行情的诱多这种拉升的迹象，所以说位置 C 要么是阳线，要么是盘中带有诱多拉升的阴线，这就是对于位置 C 的要求。那么位置 B， 位置 B 必须是调整了，而且是重心回落的调整，也就是说位置 B 的高点呢必须要比位置 A 的高点低啊，必须要比位置 A 的高点低，也就是重心回落的调整是位置 B。 那么位置 B 的阴线和阳线都是可以的啊，阳线也可以，阴线也可以，这都无所谓，只要是重心回落就可以。大跌是不行的。什么叫大跌呢？就是位置 B 如果是一根阴线，一根巨阴线，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如何量化呢？就是一根巨阴线直接把前边连续啊，连续四五个交易日上涨的阳线直接吞噬，那么 B 这种情况下不算。那么位置 B 这个地方呢是一根阴线啊，一根阴线是回光返照最基础的形态，就是这张模型图里边的 ABC 这个位置关系，这是最标准的。那么如果位置 B 这个地方不是一根阴线，比如说三天之内的小阳小阴，这个也是可以的啊，这个也是可以的。作为标准形态里边位置 B两三天的这个小阴小阳线是可以的，后边我们还有变异，所以位置 B 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可以时间更长一些的，这个待会儿我们再讲。先从标准形态来看，那么位置 B 这个地方一根阴线最好的，或者不超过三根的小阴小阳也是可以的，这是位置 B。 好，截止目前呢，位置 A、 位置 B、 位置 C 它的形态呢我们都已经了解了，然后我们来看位置。
位置 C 这个地方的高点要比 A 低啊，位置 C 的高点要比 A 低，也就是所谓的继续的重心回落，不能够刷新高点。如果刷新了高点，那么就意味着反弹并没有结束，所以位置 C 必须比位置 A 的高点要低，这是位置 C 和位置 A 的关系。另外，位置 C 的高点尽可能的高于位置 B， 或者说最好高于位置 B。 如果说位置 B 和位置 C 的高点相等，这个也可以啊，这个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够顺势下跌啊，不能够顺势下跌。什么是顺势下跌呢？就是位置 C 位置 B 不调整一天了吗？位置 C 继续调整一天，这种情况下不行啊，这种情况下不行，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没有自救反弹。所以位置 C 呢，尽可能是高点要高于 B 而矮于 A， 所以他们三者的位置关系呢，就是 A 的高点是最高， C 的高点次之， B 的高点最低。这个高点我指的是上影线的最高点。那么关于这个形态呢，我总结了一个口诀，四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弹结构延续，说的就是第一波反弹要有。第二，滞涨初露端倪，什么意思呢？就是位置 B 滞涨回落，心有不甘再反，就是位置 C 啊，位置 C 就是自救，重心回落卖出，就是位置 C 的高点呢没有刷新高点 A， 卖出。四句话基本上把回光返照这个形态呢总结下来了。我们来看案例。这个案例呢是晨光生物。我们先来看位置一。位置一这个高点呢是第一波反弹，而且还创了当时的高点啊，还创了高点。但是位置一呢，我们看到收了个阴线，阴线没关系，关键是位置一创了新高。我们此前谈到过一个持股条件，叫日日新高，日日持股。所以位置一这一天尽管收了一个小阴线，但是创了高点，所以日日新高，日日持股问题不大。到了位置二，位置二重心回落了。那么按照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回光返照的结构，一和二的形态很容易产生回光返照的高点，对吧？怎么产生呢？如果位置三的高点啊，如果位置三的高点没有刷新高点，介于一和二的中间，那么三的高点就有可能是回光返照的高点，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紧接着位置三呢又刷新了高点，那么位置三呢就可以把它作为日日新高，日日持股来看待。所以日日新高，日日持股呢并不是说每天都要去刷新高点啊，并不是每天都去刷新高点，中间出现调整，只要不伤筋动骨，然后重拾升势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一点呢不用担心它。好，这是一二三。那么也就是说呢，一二这个地方呢化险为夷，没有形成回光返照的高点，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卖。到了位置 A 啊，到了位置 A 又创了新高，而且位置 A 呢是阳线，所以符合回光返照的 A 的条件。到了位置 B 啊，到了位置 B 是调整，重心回落的调整，对吧？
位置 B 这一天呢，它就相当于位置二这一天，它们两个的位置关系是一样的啊，位置关系是一样的。所以位置 B 形成之后啊，位置 B 形成之后，这只股票就完全有可能形成回光返照的卖点。只不过呢，我们需要位置 C 这一天进行确认。结果到了位置 C 这一天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位置 C 反弹刷新了位置 B 的高点，但是并没有突破位置 A 的高点。所以位置 C 的高点呢，介于 A 和 B 中间，那么位置 C 的高点就是这只股票的这波反弹的回光返照的高点，那么也就是回光返照的卖点。虽然没有卖在最高点，但是呢，基本上卖在了这只股票的次高点上，和最高点 13.99 差不了多少啊，误差呢非常小。所以说对于我们来保证利润问题不大。所以我们看呢，卖出之后随后的走势呢是非常恐怖的，连着一直下跌，走了一个波段的调整。所以位置 C 的回光返照高点就是这只股票的波段的拐点。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左侧交易加右侧交易，那么位置 C 的高点就可以作为左侧交易的一种形态，像背离高点也是左侧交易的一种形态，那么回光返照也可以作为左侧交易的一种形态。所以位置 C 的回光返照作为左侧交易的卖点。那么你说老师，位置 C 这个高点我当时把握不了呀，怎么办呢？那么你可以在位置 C 临近收盘的时候来确定也没有问题啊，临近位置 C 收盘的时候来确认问题也不大。那么如果位置 C 你确定之后，比如说我们刚才分时线里边谈到的这个上行结构线的破位，也就是右侧交易的卖点，如果在位置 C 之后出现，那么你就可以把这只股票呢按照我们讲的左侧交易加右侧交易来卖出。所以你的左侧交易就是回光返照的卖点，你的右侧交易可以用上行结构线破位，也可以用五日成本均线的破位。那么这个组合呢，足以让我们在这个波段的拐点上不会出现严重的套牢。好，有同学问到问题啊，简单的问题我直接回答，复杂的问题呢放到明天下午收完盘我们的答疑课来讲。回光返照不看成交量啊，不看成交量。好，这是这只股票啊，这只股票。然后我们来看下一只，上海建工这只股票呢，它的形态和刚才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哪一点不一样呢？就是位置 A 不再是阳线了，位置 C 也不再是阳线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过，位置 A 最好是阳线，位置 C 最好也是阳线，但是我们看到呢不是阳线了啊，就不是阳线了。我们来看它不是阳线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要进行把握。首先呢，位置一，这张图的位置一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日日新高日日持股，对吧啊，就天天吃，只要它创新高我就持有，我就不动，我把利润无限的放大。到了位置 A 啊，这张图呢我把它放大了啊，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小啊，这个我把它放到右边放大，我们看右边这个放大图。右边这个放大图里边呢，我们看位置 A， 位置 A 就是一波反弹之后所形成的一个高点，对吧？ 9.60。 那么按照日日新高日日持股这个策略，那么位置 A 当天是不用卖的，对吧？是不用卖的。尽管它
现在看是最高点，但在当时的时候是不用卖的，创了新高。然后到了位置 B 出现了重心回落。好了， A 和 B 这两天我们足以判定这只股票呢有可能产生回光返照的卖点，所以位置 B 出现之后，你就要彻彻底底的啊，彻彻底底的开始重点关注了。位置 A 的时候还好说，位置 B 出现之后，你就要开始关注了。结果，次日位置 C 出现了一个长上影线的阴线，啊，长上影线的阴线 ，C 的高点比 B 高，但是比 A 的高点要低，介于 AB 的中间，所以位置 C 的高点就是回光返照的卖点。那么事实上我们来看效果，位置 C 的高点卖出之后，这只股票呢运行了漫长的深度调整，也就是波段性的调整。同样道理，按照左侧交易加右侧交易的策略，位置 C 的回光返照的卖点就是左侧交易的卖点。那么随后如果如期跌了，就可以寻找右侧交易的卖点，比如五日成本均线。但是这个地方呢有这样的问题啊，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位置 A 和位置 C 阴线怎么来这个判定它到底是不是，对吧？因为刚才我们在讲要求的时候，要求位置 A 是阳线，位置 C 也是阳线。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刚才特别谈到了位置 A 的三种情况，阳线这是第一种，第二带有长上影线的阴线，对吧？这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所以你看这张图，位置 A 就是带有长上影线的阴线啊，带有长上影线的阴线，所以位置 A 是符合要求的。然后再看位置 C， 刚才我们说了位置 C 这一天最好是阳线，如果是阴线的话，必须有做多动能主导反弹行情的这个反弹出现，也就是说盘中必须有诱多的反弹出现，那么位置 C 才是有效的。如果位置 C 盘中没有诱多的反弹，那么位置 C 不能叫做回光返照。好，我们现在来看位置 C 盘中四小时到底是怎么走的。我们看这张图就是这只股票的分时图。我们看了分时图之后呢，我们就明白了这只股票呢这个主力资金太狡猾啊，太狡猾，太可恶了。怎么可恶呢？他用到了两个重要的技术点。刚才的日线图是我们今天讲的回光返照的卖点，对吧？那么在回光返照的这一天，你猜这个主力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呢？用到了非常可恶的白龙冲天啊，非常可恶的白龙冲天。什么是白龙冲天呢？就是这只股票这张图里边位置一早盘速度极快的拉升，给这只股票持有者呢带来了很大的希望，认为这只股票呢没问题，还要涨的啊，多漂亮啊！你看早盘这涨了15分钟，对吧？多诱人呢，非常诱惑人啊，非常诱惑人。所以说呢，在这张图里面位置一这个区域，我用椭圆所框的这个区域，这15分钟涨的是非常漂亮的，也就是所谓的诱多。关键是位置一这个形态它出现在回光返照的当天，它就利用位置一这个盘中的急速拉升来造成了这只股票回光返照的形态又多。所以说这只股票呢如果不明白的话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但是我们明白了之后就很清楚了，日线是回光返照，而回光返照当天早盘采取的是白龙冲天。什么是白龙冲天？分时线3到5分钟急速拉升超过三个点，
这种急速拉升往往就是分时线的这个最高点。这个分时形态呢，我们在盘口双龙战法盘口篇的时候谈到过，白龙冲天三到五分钟拉升超过三个点而没有涨停，那么这个点应该就是这只股票当天的最高点。所以说呢，这只股票按照分时线位置一的最高点是卖点，按照日线的回光返照这一天的最高点也是卖点。所以说无论如何这只股票是不可能套牢你的，不可能套牢你的。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日线是阴线，在分时线必须要有脉动拉升啊，急速拉升。那么这只股票呢，有同学可能说了，老师这个白龙冲天我没学过呀，不太清楚呀。好，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看位置二，一只股票白色的一只股票分时图里边，白色分时线被击穿之后啊，被击穿之后反抽不过黄色的均价线，同样是卖点啊，反抽不过黄色的均价线依然是卖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管你有没有学会白龙冲天，那么在这一天里边你都有足够的时间卖在相对的高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新同学注意学一下啊，白龙冲天就是三到五分钟的快速拉升超过三个点而没有涨停，这个高点应该就是最高点当天的啊，当天的。那么这只股票是配合了日线的回光返照，所以说呢，当天的最高点就成了波段的最高点。那么如果你不懂这个技术没关系，那么在白色分时线击穿黄色均价线之后而多次反弹不能再重新突破黄色均价线，它也是卖点，好吧。这个地方就稍微展开讲了一点，那么就是如何进行盘中的卖出，如何进行精确的卖出，对吧啊，回光返照的高点是它是这个日线的最高点，但是我在当时的时候我怎么知道它就是日线最高点呢？我们需要用盘口分时的技术。所以刚才这张图呢用到了两个盘口分时的技术，第一个就是白龙冲天，第二个就是击穿黄色均价线之后再反弹不过，这个也是卖出点。所以刚才我讲的已经很细了，不管是老同学还是新同学应该都能够听得懂。好，有同学问到，老师回光返照能不能用在60分钟30分钟？待会儿你就明白了啊，待会儿你就明白了，这个适用于任何一个周期啊，适用于任何一个周期。2135点这个大顶你还记不记得，在底部起涨的时候呢，我给大家预测的反弹第一目标位就是2135点啊，就是2135点。那么2135点这个点位就是在60分钟图里边大盘的回光返照的高点，待会儿我们会有案例，好吧。好了，这是这个案例，通过日线还有盘口分时如何把这只股票呢卖在最高点。我们再来讲下一个案例，下一个案例呢是宁博海运。这只股票呢依然是我们很标准的回光返照的标准形态，我们目前正在讲的是标准形态啊，标准很标准的形态，我们待会儿还有不标准的，也就是衍生形态，目前是标准形态。位置 A 是一波反弹的高点，位置 B 是重心回落的调整，位置 C 是心有不甘的再反，位置 C 的高点没有这个介于 AB 的中间，所以形成卖出点，日线持续下跌。好，这张图呢是这个标准形态，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啊，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下边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呢是华电国际啊，华电国际。那么这张图呢，有一个地方和刚才呢又有所不同。什么地方不同呢？啊，我看到有同学说没图啊，没图是不是因为网速的问题？其他同学有没有图？如果有图的话，打一个二出来。啊，如果有图打一个二出来。我看到有位同学说没图，没图可能是网速的问题啊。好，没问题啊，都有图，都打的有二。个别没有图的话呢，你可以退出重新进。好，我们继续来讲华电国际。华电国际这个图呢和刚才的标准的案例呢又有点不一样了。什么地方不一样呢？我们看位置 B 啊，位置 B 位置 A 是创了新高的高点，位置 B 刚才我们讲的是最标准的形态呢，就是一根重心回落的这个 K 线，阳线阴线都可以。但是这个案例呢，我们看到位置 B 是两根重心回落的 K 线，对吧？位置 B 是两根重心回落的阳线，所以说呢，在位置 B 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讲这个模型图的时候谈到了，位置 B 这个地方是重心回落的，那么它的数量呢，两到三只都是可以的，啊，两到三只，一只、两只、三只都可以。待会儿我们这个地方呢还要讲，位置 B 这个地方不光是两三只，再多一点也可以，啊，再多一点也可以，包括位置 C， 啊，包括位置 C， 它也不光是一天，也可以是一波反弹，啊，也可以是一波反弹，只不过是一个变异了啊，变异了，我们慢慢变啊，慢慢变。先是 ABC 三根 K 线，现在呢已经增加了位置 B 这个地方呢可以是三根左右的都可以。那么位置 C 介于 B 和 A 的中间，所以 C 的高点呢就是回光返照的高点，那么卖出之后呢日线持续连跌。那么位置 C 这个地方呢又出问题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位置 C 应该是阳线呢，那么如果是阴线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必须要有盘中诱多的拉升出现，如果没有盘中诱多拉升，那么位置 C 就不能称其为回光返照。所以我们来看下一张图，位置 C 的分时线。我们看位置 C 的分时线，我们看了之后呢就明白了啊，就明白了什么图形呢？和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案例是一样的，白龙冲天，对吧？这只股票早盘高开之后，这个向下略微走低之后，来了一波急速拉升，三到五分钟拉升超过三个点，然后呢又没有涨停，所以这个椭圆这个区域呢，就是白龙冲天的这个分时线。那么这个白龙冲天的分时线本身就是盘口的卖点，再加上这一天呢是刚才我们讲的回光返照的位置，所以这只股票毫无怀疑，不管你是在盘口分时卖出还是在日线的回光返照卖出，这只股票都不应该套牢，你更不应该在这个地方追高买，对吧？所以说呢，这就是回光返照它的一个这个盘口分时所形成的一个作用。好了，我们再来一个变化啊，再来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位置 B 这个地方呢啊，不单单是调整一天、调整两天、调整三天，它还可以是这个一波调整啊，可以是一波调整。所以我们看位置 B 这个地方呢调了三天，调了三天，涨了三天，对吧？
位置 B 这个地方调了三天，涨了三天。那么位置 C 这个地方呢，又是一个创了新，没有创新高啊，比 B 的高点要高，但是比 A 的高点要低，形成了这样一个位置 C 的位置，那么也就是回光返照的卖点。那么位置 C 的高点如果不卖，那么就惨了。为什么呢？次日跳空向下走啊，次日跳空向下走。好，这是稍微在 B 这个地方呢又有所变化。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这个案例呢强调的是回光返照它的一种风险性。那么这张图呢我没有标 ABC， 那么很明显大家也能看得很清楚，回光返照的高点就是长长上影线的这个小阳线啊，长长上影线的小阳线。关键的问题是，我想强调的问题是，这张图的回光返照如果不卖的话，如果不进行风险控制的话，大家会看到它的风险释放的程度，释放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回光返照的结构最忌讳的就是抱有侥幸心理。我们看这只股票回光返照形成当天涨得还不错，尤其是最高点的时候还不错，如果抱有侥幸心理的话，认为还可能再突破 10.16 的话，那么你就错了啊，那么你就错了，甚至加仓的话更错啊，甚至加仓的话更错。所以说回光返照呢，作为左侧交易的一个卖点形态，它遵循我们刚才讲到的左侧交易的这个风险控制的惯性，就是直接拦腰砍半。你千万不要说老师这个就没有这个修复重新刷新高点的吗？有啊，有，的的确确有。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卖的话呢，如果你降低仓位的话呢，就有可能意味着这个操作失败，对吧？失败没关系，尤其是高位的风险控制失败没关系，尤其是左侧交易的高点的失败没关系。为什么呢？你又没有离场，对不对？第一你保证了利润，第二你又没有完全离场，所以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这种错误。交易股票呢，我们是为了赚钱，但没有必要拿这个自己的血汗钱来赌博，这个是我一直所这个告诫大家的。来到股票市场，我们是为了用钱来赚钱，但绝对不是拿着血汗钱的在这个市场里边来赌博的。所以说回光返照的高点，如果你卖错了又涨上去了，你还有一半仓位继续的放大剩下的利润。这个市场没有必要说所有利润你都赚到手，对不对？有的时候应该给别人一点生存的空间。所以说如果你卖错了，卖了之后又涨了，涨了没关系，第一你已经锁定了第一波反弹的利润，对吧？因为我们说回光返照必须是一波反弹之后产生的，所以回光返照出现之后，你第一已经获利了一部分了，然后呢你留了半仓，如果又上去了，你拿着剩下的半仓去赚取剩下的利润。剩下的利润有多大，说实话还很难说，对不对？也可能剩下利润呢无异于火中取栗，都有可能。所以说最关键的就是交易的执行力，回光返照出现了，你的任务就是卖掉它，或者说降低仓位，错了纠错，对了，那么类似于这样的股票，对了你看一看，次日当天就跌下来了，次日直接跳空，再次日又跳空，连着两个大缺口，基本上就把你牢牢套死了，对吧？基本上就牢牢套死了，基本上就变成被动的了，基本上你就没有办法再变被动为主动了。
所以说在风险控制的时候呢，我一直坚持的原则就是谨慎。抄底的时候倒好说啊，抄错了止损。风险控制的时候呢很重要。好，这张图呢我主要是强调这个风险的这种可怕性。所以呢在风险在卖点啊，任何一个卖点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要以风险控制为主。好，我们再来讲下一个变化。我在宣传这个技术的时候呢，给大家说的是，这个技术既可以帮助我们这个逃底，又可以帮助我们在买了这只股票之后，就能提前的预测这只股票的反弹目标。这是我在博客宣传这个技术的时候呢所告诉大家的两个点。所以说呢，宣传绝对不是这个空口无凭的这个宣传啊，不能乱宣传，宣传肯定是要有依据的啊，就是说不能吹牛啊，不能吹牛，是就是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好吧。所以呢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这个回光返照进行风险控制，我们已经会了。那么老师在宣传的时候说了，在买的时候就能够提前来预测反弹的高度，这个你是如何来判断的呢？好，同样是用回光返照，我们来看这张图啊， ABC 位置一这个地方是回光返照高点，这个我就不说了，好吧，这个我就不说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啊，大家来看一看位置一它的高点这个高点好像我标错地方了啊，啊，大家稍等啊，啊，不算错，没错。我们来看啊，那么这只股票位置一呢是回光返照的高点，对吧？位置 A 呢是 13.19， 带有长上影线的阴线，符合要求。位置 A 之后呢调整，位置 B 调整了两天。然后开始反弹，反弹到位置 C 这个高点呢并没有突破前高点 A， 但是呢和位置 B 的高点基本上非常临近啊，非常临近。所以位置 C 这个地方呢是就是位置一这个地方呢就是回光返照的高点。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位置一调整下来之后到了位置三，从位置三这个地方怎么买的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我的问题是，位置三我买了之后，我们要判断和预测这只股票未来的高点，高点是谁？高点就是位置一的回光返照的高点啊，就是回光返照的高点。好，现在大家把你的软件找到，打开沧州大话，你来看一看位置一和位置二的高点误差是多少，大家把误差给我回复一下。大家把打开沧州大话，打开沧州大话之后呢，大家来看一看这只股票回光返照的高点和反弹随后又反弹的高点它们的误差是多少，大家把误差回复一下。好，我们来看啊，好，我们来看
这个时间呢，这个误差呢是 0.01， 对吧？啊，误差是 0.01。 为什么是 0.01 呢？我把这两个时间给大家说一下。回光返照的高点时间是5月30号，最高点是 12.87， 底部买了之后反弹的高点是7月23号，当天最高点是 12.88， 误差是 0.01 啊，误差是 0.01。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在顶部根据回光返照卖出之后，在底部买了之后啊，在底部买了之后，我们所预测的高点和回光返照的高点误差只有 0.01， 可以说精确度呢已经很高了。有同学这个找的是 0.03， 那么你应该是找错地方了啊，找错地方了。我把这两个地方的时间跟你说一下，一个是5月30号，这个就是回光返照的高点，一个就是7月23号当天的最高点，误差是 0.01。 好，这是这个案例。好了，下边呢我们把这个形态呢继续的变化啊，继续的变化，继续的变异。那么继续变异之后呢，我们把整个的这个结构呢变成波段啊，变成波段。刚才我们只是在讲到这个位置，这个 ABC， 对吧？从 ABC 作为三根 K 线开始，慢慢的衍生为这个 B， 可以是两根，可以是三根。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的衍生，怎么衍生呢？好，首先好，我看到有同学说没有声音啊，我们再测一下音，如果声音正常的话大家打一个3出来。我看到有个别同学说没有声音啊，如果说声音正常的话打一个3出来。好，我看到有同学说没有声音，如果大家声音正常的话打一个3出来。好，我看到有个别同学说没有声音啊，如果声音正常的话打一个3出来。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那就是说大家的声音是正常的。有个别同学如果没有声音的话呢去调整一下，好吧。好，我们继续来讲我们进行这个变异啊，进行变异。也就是说呢，我们有 ABC 本来是三根 K 线，我们把它变成波段，对吧？我们这个思维发散一下， ABC 是三根 K 线，那么这个组合如果是波段的话会不会也会起到这种作用呢？答案是正确的啊，答案是正确的。我们来看，在这个模型图里边， A 是一波反弹的高点，什么性质的都可以啊，不管怎么形成的，是背离高点形成的 A， 还是回光返照形成的 A，怎么都可以，只要位置 A 是一波反弹的高点。好，这是 A。 B， 位置 A 到位置 E 调整之后必须是波段调整啊，必须是波段性质的调整啊，调整个三五天、五六天、七八天都可以，一个波段的调整。调整之后从位置 E 开始到位置 B 又产生了一波反弹，但是位置 B 的高点比位置 A 的高点要低，位置 B 的高点和位置 C 的高点持平，那么高点带上影线是最好的。位置 D 买了之后预期反弹的目标就是位置 B。 其实这个模型图呢就是我们把回光返照的股票这个图形把它变成波段，就是这样来变的，好吧。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把它变成波段。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
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头牌舍得。我们来看这只股票，位置一到位置二是一波反弹，位置二是一个高点，什么高点我们都不管它了，只要是高点就行。位置二调整到位置三，对吧？是一波调整。位置三反弹到位置四，位置四没有高于位置二，所以位置四就是回光返照的高点。所以位置四就是回光返照的高点。好了，那么位置四作为回光返照的高点出现之后，位置四我们是卖出股票的地方。卖出之后调整到位置七，从位置七我们抄底之后预测反弹高度就是位置四的高点。那么事实上位置五、位置六这两个高点和位置四的高点是不是吻合呢？我把这只股票的这个五和六的还有位置四的当时的这个数据已经截图了，我们来看这个截图。截图里边呢，这个位置四就是对应图中我标的四，位置五就对应我标的五。我们来看位置四的这一天呢，最高点是 24.86。 好了，位 24.86 它的作用，第一，我们在位置四当时是在 24.86 卖掉的，位置七买了之后预测反弹高度就是 24.86。 位置七买了之后预期反弹高度就是位置四的高点 24.86。 好了，经过了几个月之后到了位置五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位置五的高点是多少，是 24.86。 也就是说我们在位置七抄底之后所预测的高点 24.86 经过了几个月的反弹之后到了位置五的最高点，和我们底部买的时候所预测的高点是一模一样的，误差为零。误差为零，刚才我们上一个股票的误差是 0.01， 这只股票这个地方的误差是零。好，那么调整之后到了位置六，位置六的高点是 24.88， 24.88 和我们刚才预测的高点 24.86 误差 0.02。 那么面对大的波段的反弹，0.01、0.02 或者是误差为零，这样的误差呢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精确了，对吧？再精确我觉得没办法再精确了，这样的精确度已经是到了这个极限了，完全一样了嘛，再精确还能怎么样呢？所以这个方法我在宣传的时候呢说到了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用来逃顶的，第二个功能买了之后预测反弹目标。我们刚才讲到的几个案例并不是在宣传的时候吹牛的啊，说的就是没有的事儿啊，让大家骗来之后呢一看根本就不能预测高点啊，不是这样的。有一说一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中天科技。好，现在大家打开你的软件看一看中天科技这只股票位置四的回光返照和你在位置六买了之后所预测的高点，他们两个的误差是多少，大家把误差给我回复一下。好，大家把中天科技这只股票你在位置六买了之后预测的反弹高点和实际的高点误差是多少，大家来回答一下啊，只回答误差就可以。好，我看到我们同学答案已经出来了，误差是 0.02 啊，误差是 0.02 对吧？
0.02 这个还是刚才说的这个误差的情况呢，我们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好，这个就不多讲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下一个东方航空啊，东方航空，现在大家再来打开东方航空这只股票啊，再来打开东方航空这只股票。假如说你在位置3买了东方航空，那么你来看一看你在位置3所预测的目标位和实际的目标位误差是多少。大家把位置2和位置1的误差大家来回答一下。东方航空这只股票，假如说你在位置3买了，那么你预测的反弹高度实际上位置2和位置1误差是多少。大家把1和2的误差来回答一下。东方航空啊，东方航空只回答位置1和位置2他们两个之间的误差啊，只回答他们两个之间的误差。东方航空啊，东方航空位置1到位置2啊，因为你在位置3买的嘛，对吧，位置3买了之后你预测的目标位啊，预测的目标位是1，那么实际反弹到了2，那么你看一看1和2它的误差是多少。大家来回答误差。东方航空啊，东方航空你在位置3买了之后你要预测反弹高度，反弹高度是位置1，对吧，因为位置1是回光返照高点嘛，预测反弹高度是位置1，那么实际的高点位置2，你看一看他们两个的误差是多少。好，我看到我们同学呢答案呢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啊，只有个别同学答案是错的，他说是 0.02 啊，你 0.02 是怎么看的呢，嗯，我就迷惑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2月29号东方航空2012年啊，今年的2月29号东方航空当天是回光返照的高点，最高点是 4.45 啊 ,4.45。调整下来之后买了之后预测高点 4.45, 实际5月7号的最高点 4.45, 误差是0啊，误差是0。一分不差。好 ,0.0, 这个还有同学是 0.02。0.02 可能找错了啊，误差是0，东方航空误差是0。后边位置5这个地方呢虽然不精确，但基本上也是在这个地方滞涨回落的。好了，下边呢我们来看2135点大盘是如何预测2135点的，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同学说老师底部不能随便买啊，这个今天我们讲的不是怎么买的啊，所以说怎么买我就没讲。像东方航空位置3买入怎么买，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今天主要是讲买了之后预测的高度，这个高度是怎么来判断的，还有高点如何来逃顶，是如何来逃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啊。位置3怎么买，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在这波行情底部1999点的时候呢，我给大家预测了一个反弹的高度是2135点，对吧，预测的反弹高度是2135点。那么现在大家来看这张图，2135点位置1啊，位置1就是2135点，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回光返照的高点。位置1的前边2145点的附近还有一个回光返照的小高点啊，还有一个回光返照的小高点，对吧，2145点的旁边还有一个，那么那个呢是2140啊，2140。所以位置1这个地方呢，位置1这个地方呢本身就是对2140的一次这个反弹，所以位置1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受制于回光返照所形成的一个高点，
所以2135点在60分钟周期里边本身就是一个卖出点，很精确。然后到了位置二，也就是1999点买入的这个附近，那么我也是在这个地方预测的反弹的高度是2135，那么实际这波反弹的高点是多少呢？是2138点。误差是多少呢？误差是三个点。大盘上涨了130多点，误差三个点，误差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吧，对吧？刚才我们算的个股呢，波段的误差是 0.0 或者 0.1 或者 0.2， 对吧？最大的应该就是 0.2 吧， 0.02 吧，没有超过的，对吧？这是个股。那么大盘呢，从1999涨到了2138，涨了130多点，误差只有三个点，这个误差应该是允许的，对吧？所以2135点这个高点的预测，我们同样用到的是回光返照的技术。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第一个形态，回光返照。这个技术呢，用处很大。第一，帮助我们逃顶；第二，买了之后帮助我们预测高点。另外呢，就是回光返照的高点，风险控制的时候呢，它是左侧交易的一个形态。所以呢，操作起来呢，依然是左侧交易加右侧交易的一个组合就可以了。另外呢，回光返照的技术适用于所有周期，还有回光返照的技术它的变异，从最初的标准形态 ABC 三根 K 线开始，那么慢慢衍生，最后可以衍生到这个大的波段啊，大的波段啊，可以衍生到大的波段。好，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回光返照的第一个技术，对于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技术能够理解的啊，尤其是这个回光返照为什么会产生压力能够理解的，还有这个回光返照的变异，回光返照的这个要素都能够理解的，尤其是如何进行风险控制，如何抄底之后预测高点，对于这些都能理解，都能够认可，回复一个四啊，认为今天确实学到了东西，尤其是我们今天第一次听课的同学啊，因为最近有新同学刚刚办理的，认为今天这个参加这个课程呢没有亏啊，的的确确有进步，打一个四出来。我希望呢，这个给大家讲的这个技术呢，对于大家都是有用的啊，都是有帮助的。不管是老同学还是新同学啊，都希望大家在每一天呢都能进步，这个呢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快乐。好，第一个技术大家应该都没问题，答的都是四啊，所以应该都是有所收获。我们下边呢来讲第二个技术，叫沉睡神龙。沉睡神龙的技术呢，先给大家先讲它的作用，是用来选股的。沉睡神龙的技术是用来选股的，先把它的作用定义下来啊，先把作用定义下来。沉睡神龙的作用是用来选股的。好，那么我们来看如何用沉睡神龙来选股。好，这张图里边呢，我们来看位置一是一波反弹，位置二高点之后调整到 A， 位置三高点之后调整到 B， 位置四高点之后调整到 C， 位置五高点之后略微调整，然后展开了这个神龙的拉升。好，那么这种股票我给它起的名字叫沉睡神龙，那么这个沉睡的过程就是1 2 3 4 5这些高点所组成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有什么形态，有什么要求呢？第一，2到 A， 3到 B， 4到 C， 这个调整的波段至少是三波以上啊，至少是三波以上，两波一波不行，
必须是三波以上。所以二到 A, 三到 B, 四到 C, 这种调整至少是三波以上才可以。这是第一个要求啊，调整的波段必须是这个三波以上啊，必须是三波以上。那么三波以上，另外就是二三四五这些高点呢，这些高点最好是在一个水平线啊，一个水平线之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二三四五这些高点尽可能都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也就是说不要出现这种大幅度的拉升。比如说四的高点远远超过了二三四五这个水平线，远远超过了，那么这个图形呢就不能算是沉睡神龙。那么怎么才能算呢？二三四五这四个高点啊，这些高点如果能在一条线上是最好的，不能在一条线上的话也应该是差不多，也就是一个水平级别的就可以了。所以说对于高点，对这个沉睡的过程呢，高点最好是一个水平线上，如果不在一条线上，略微的有些误差可以，不要有大的波动。这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个要素，低点 A、 低点 B、 低点 C 必须是重心上移，必须是重心上移。什么意思呢？就是最低点连接低点 A 构成一条上行结构线啊，构成一条上行结构线。构成一条上行结构线。好，有位同学问到为什么不是2140点啊，刚才我这个地方我讲到了啊，我们的案例，我们的课件的里边呢也有，在60分钟图里边呢，在2140点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把你的软件这个60分钟图上证指数找到，把时间放到9月10号的两点，大家来看一下啊，我讲一下。大盘上证指数60分钟图，把你的鼠标放到9月10号两点，这个地方呢最高点是2140点，它就是回光返照的高点，没错啊，没错，它就是回光返照高点。然后呢在什么地方呢？在9月14号的两点啊，9月14号的两点，也就是一波反弹的高点，对吧？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回光返照呢，这个形态呢，在这个高点里边基本上是连续出现的。2140点这个地方是一个小的回光返照高点，本来就是。然后呢止跌反弹之后，到了9月14号的两点，最高点是2135点，这个2135点就是对2140点的一次反弹，没有突破，误差是5个点，然后调下来了。然后止跌反弹之后，我们所预测的话应该就以2135点这个点作为预测和反弹的目标位。距离为什么？因为它距离最低点是最近的，你不能把上一个高点2140点算作目标位，明白吗？那么2140点什么地方算成目标位呢？你把鼠标放到9月11号的两点，你把鼠标放到9月11号的两点，9月11号的两点止跌反弹的目标位是2140点，明白了吧？9月11号的下午两点，它止跌反弹的目标位是2140点，1999点止跌反弹的目标位是2135点，明白了吧？好，我们继续来看这只股票。最低点连接 A
构成一条上行结构线，上行结构线 B 和 C 都在这个上行结构线之上，这是最好的。如果不在也没关系，只要 B 和 C 是重心上移的就可以。那么满足这三个条件的股票就是沉睡神龙的股票。好，这是第一个形态啊，第一个案例。我们再看第二个，这张图里边呢，这个下边的沉睡神龙我就不说了，一到 A 二三，这是三波调整，符合要求，一二三在一个水平线上，最低点连接 A 构成上行结构线，重心上移，非常漂亮。我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大家来回答一个问题。水平线是可以的，水平线是可以的，就是水平线。大家来看这个问题啊，位置5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调整，那么1到 A 2调整3到 B， 那么5这个地方的调整算不算是沉睡神龙的序列？大家来回答这个问题，5这波调整算不算是沉睡神龙的序列？大家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张图里边位置5这波调整它算不算是沉睡神龙的序列？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算不算是沉睡神龙的过程。位置5这波调整，刚才我总结了三个要点啊，三个要点，根据那三个要点你来看一看位置5这波调整它算不算是沉睡神龙的过程。好，我们同学呢基本上是答案是正确的，位置5这个地方调整不是的。为什么不是的？因为位置5到位置 B 这波反弹已经脱离了高点的水平啊，脱离了高点的水平，高点偏差太大，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同学基本上对这三个要点都能够理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这只股票，大家继续来看案例啊，新的问题又出来了。这只股票这个案例它是不是沉睡神龙的案例？大家来回答这个问题。新的啊，这只股票目前这张图它是不是沉睡神龙的案例？大家来回答。是不是沉睡神龙呢？对吧？满足不满足刚才讲的三个要点呢？如果满足了，为什么跌了？为什么没涨？大家来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同学对这个形态呢已经掌握了啊。这个不是，为什么？因为重心下移啊，因为重心下移。好，这个不讲太多，大家都很清楚。好了，下一个案例还是沧州大化啊，此前我们讲到过这个形态，这个很清楚了啊，没什么好讲的。1到 A 2到 B 3到 C 三波调整，123在一条水平线上， ABC 重心上移，沉睡神龙止跌反弹，形态非常漂亮。好，下一个有所不同啊，有所不同，就是我们刚才有同学问到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如果它不是重心上移的话，如果是一个水平线的话行不行？如果是水平线也可以，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有一个重要的支撑，比如说这个案例的缺口啊，比如说这个案例的缺口，一调整，二调整，三调整，三波，一二三在一条水平线上，底点不是重心上移，但在缺口之上，所以这种形态也是可以的，好吧？好了，这个今天的课程内容呢，就讲完了。下边呢，我们把大盘的情况呢，再来讲一讲。好，第一张图呢，我们就讲过了啊。
不再重复太多，就是左侧交易加右侧交易的背离。我们来看一看目前的市场啊，目前的市场好，这个时间周期放在五分钟小周期里是不是也适用？适用啊，当然适用。好，现在大家可以来验看一下啊，这个技术呢，回光返照技术呢，适用于所有周期，五分钟也适用啊，15分钟、30分钟、60分钟、日线都是适用的，好吧？我们待会儿讲完课之后，你可以自己找一找历史的顶部结构，日线、周线、分时线是不是都会满足我们今天讲的回光返照技术？大多数都是满足的，啊，大多数都是满足的。收完盘之后，大家可以自己找一找看一看，啊，不是收完盘之后啊，讲完课之后。好了，课程我们讲到这里，下边呢，我们来把行情讲一讲。现在已经8点56了，啊，肯定要拖堂了。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里边呢，位置一是背离高点，这个就不说太多了，对吧？指数创新高 ，MACD 的峰值没有创新高，位置一是背离高点。背离高点之后，位置二的地方 ，MACD 的 DIF 向上这个反抽 DA， 但是没有突破，所以位置二这个地方。它的名字叫将金不金，它也是重要的卖点，重要的高点。什么意思呢？它是对背离的一个确认。到了位置三这个地方，我再说一下，就是 MACD 的 DIF 死叉之后第一次击穿零轴线，会有一次修复性的反弹，也就是通常是下跌中继的反弹，啊，通常是下跌中继的反弹。这个我们昨天下午收盘课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对吧？昨天我也谈到了，应该是下跌中继的反弹。所以我们看今天呢，又跌了一天。那么目前的任务就是今天收盘的位置，啊，今天收盘的位置，这是60分钟图。什么意思呢？就是60分钟图截止今天收盘正好是刚刚 DIF 击穿零轴线的地方，所以60分钟线呢，在明天最迟在明天下午原则上应该会有一次修复性的反弹，到底强度怎么样很难说啊，很难说，这个要到时候再看。所以60分钟周期呢，在明天最迟明天下午应该会有一次修复性反弹，强度我们到时候再看。好，这是60分钟图。沉睡神龙也适用于所有周期。我们再来看日线图，今天给大家预测了两个底点。那么这张图里边呢，首先我们看五日成本均线，昨天收盘的时候呢，昨天临近收盘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同学呢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本身个人是做股指期货的，但是帮我们同学问了一个问题，问的什么呢？就是老师，五日成本均线今天没有收盘不能突破，是不是大家应该减仓了？啊，做股票的是不是应该减仓了？那么当时我给他的回答呢，就是是要减仓了，也就是说。昨天收盘前没有突破五日成本均线，确定五日成本均线是有效击穿的，对吧？这个昨天在临收盘的时候，在我们学员区呢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应该是减仓的，而且是有效击穿的。那么今天就是五日成本均线下的第一个交易日，按照20字操作要诀，突破进场，线上持股，击穿离场，线下观望。那么今天就是线下观望的第一天。
啊，线下观望的第一天。所以呢，这个从操作上呢，不管你是用五日成本均线来做，还是今天分时线最高点的背离高点来做，那么这个风险呢，我们都可以很轻松的把它规避掉，好吧？这就是高点的一个判断。那么有位同学问到，这个明天可不是要清仓了？关于这种问题呢，啊，很敏感，但是呢，我不建议，我还是要给大家来分析一下的啊。是不是要清仓了？不是，啊，不是。但是仓位重的，在没有重新突破五日成本均线之前，你的仓位要降低，这是铁定无疑的，好吧？类似于这种买不买、卖不卖、清仓不清仓，虽然这种问题很敏感，但是呢，我尽可能还是要给大家很肯定的答案，这样大家呢会有这个心里会有数，对吧？要是我给大家答案呢很模糊，大家会更加的这个难受。所以尽管这样的问题很敏感，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回答的。清仓不清仓呢，我的答案是不清仓，但是呢要根据自己的仓位，如果仓位过重，在没有重新突破五日成本均线之前是要降低仓位的，这是铁定无疑的。为什么？因为已经在目前位置上，第一，击穿了五日成本均线，第二，今天的最高点我们又出现了背离高点，那么另外这个刚才我谈到了60分钟结构的图，对吧？也就是说在60分钟周期里边，明天最迟在明天下午应该会有一次修复性的反弹，对吧？所以说这个修复性反弹呢，至少会对五日成本均线进行一定的修复。所以说操作上呢，如果今天隔夜美国股市不出现大的问题，那么正常情况下明天最迟明天午后在60分钟周期呢应该会有一个修复性反弹。所以说大家呢尽管有风险，也不要过分的草木皆兵，好吧？所有的市场所有的位置，我们通过结构的策略呢都能够给它做出相应的操作策略来。所以说大家呢，这个大家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呢，啊，比如说你的股票被套了呀，或者深度被套了呀，或者怎么样了呀，总是得不到很肯定的答案。也就是说，这个你错过了什么样什么样的位置，对吧？肯定会有这样的回答。但是呢，大家到了我们这个教室呢，我不会给大家回答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已经错过了什么什么。你错过的是已经错过的，那么在当前位置上肯定还有当前位置我们应该怎么去做的一个策略。所以说被套的那么就自救，没有被套的那么就抄底，左侧交易的右侧交易的，激进的还是保守的，还是应该加仓的还是应该减仓的，所有的市场结构的位置都应该有对应的操作策略，而不是告诉你你错过了什么什么地方。所以刚才我看到有位同学说，那明天是不是要清仓了？估计这位同学是我们的这个新同学啊，应该不是我们的老同学，因为老同学的话至少对于这个背离高点还有结构的破位还有这个五日成本均线的二次操作要诀，对吧？应该都会对这个风险呢进行一定的控制。所以呢，对于目前这个位置上来说呢，虽然有风险，但是这个还不能够草木皆兵。至少从明天来看呢，60分钟应该就会有一个修复性的反弹，强度怎么样我们再说。好，这是第一。第二，那么对于调整的预期的低点，
我给了两个啊，我给了两个，第一个就是2085，这个呢是前一波的底点，第二个是2046，2046是极限支撑，用周线的最高和最低来计算。这个计算的方法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讲了，时间不够了，所以新同学呢先记下来就行了。方法呢我们在以后涉及到的时候呢还会再讲，好吧。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全部的内容啊，讲完了。那么我看到有位同学的问题说，老师，时间周期取点是在最高点还是次高点？时间周期取点最高点还是次高点？这个问题听得不太明白啊，啊，没有太明白的地方啊。他这个问题问的，时间周期取点是在最高点还是次高点？如果是回光返照的话 ，ABC 这是很清楚的吧？位置 A 就是最高点嘛，这个 C 就是次高点嘛，对吧？好，有位同学问的这个问题，沉睡神龙什么时候买入为宜？好，这个我简单说一下啊。沉睡神龙是选股，那么怎么买？这个买点呢，我没有强调，因为它这个形态呢，不是用来买股票的，是用来选股票的。但是买入这个地方呢，我还要说一下，最好是提前买啊，提前买单。什么意思呢？在沉睡神龙三波连跌之后啊，三波连跌形成沉睡神龙之后，在没有拉升又有上行结构的时候，可以提前的埋进去。哪怕它最近一周，可能最近一周三五天都不涨，也可以把它埋进去。持股条件就用五日成本均线或者是你的上行结构线作为持股条件。如果持股条件不在了，如果五日成本均线击穿了，那么你的埋单失败离场就可以了，好吧。这就是对于沉睡神龙的股票的买点的一个建议，提前买啊，不要等着涨了再买，提前买，忍个三五天，忍个七八天是可以的。但是忍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够把沉睡神龙的结构打破，打破了就要止损了，好吧。这是沉睡神龙买点的一个建议。好，这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讲完了。那么现在呢9:08啊，耽误了大家八分钟的时间。那么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我们双龙战法结构篇结构形态的第一节课，下节课和后一节课都将继续的来讲双龙战法的形态结构，那么也是非常重要的技术，好吧。那么明天早课我们再见，明天收盘我们讲答疑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因为上周呢我胳膊比较疼去了医院，所以没有给大家这个答疑，那么应该积累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明天下午收盘我们回答，好吧。啊，有位同学说老师的哑嗓子又哑了啊，这个嗓子没哑，因为我的嗓子呢它属于这个怎么说呢，属于这种比较憨厚的这种嗓音，所以呢讲话稍微多一些呢就感觉好像是哑了啊，休息一下就没事了，好吧，没问题的。好吧，我明天早课再见，谢谢大家。